早安，难得早安台，午安台才对。来哦，今天是开到王者先哦，大家有没有吓一跳？我昨天有预告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吓一跳，好不好？我昨天开台有预告说，我今天会来玩一下王者荣耀。其实王者也不是很喜欢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没关系，还是要玩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我只是想要了解一下，这样子，好吧？什么？等一下回来是吧？残影投降，然后讲这种话，这样对吗？你也好歹看一下我亲手教学吧。好啦，还是要恭喜残影投降。虽然你这么不支持王者，我也没有很支持啊，我还是喜欢传说，好吗？可是你知道，有时候要玩一下别的游戏，然后踢馆一下对岸，好吗？我们要展现我们的实力，虽然我很戳，好吧？果果晚安，不对，是午安。哎、欸，大家记得叫我改口，今天是说午安哦。彩英午安，果果午安，阿伟午安，华哥午安，学红午安，静佳午安，周章午安，好不习惯哦。贪财午安，第一个管管午安，贪财乖，贪财爱你，贪财午安，富成午安。父神最近都没有来了，但我不想点名了。你都这样子来粉丝团留言，然后传那个直播都不留言。正红午安，昌哥午安，两两午安，这个午安好难念哦。JZ 午安，焦香午安 ，YU 午安，我们来虐对岸是不是？云涵午安，相遇午安，陈伟午安，三福乐是午安。传说比王者好玩，我也觉得应该是会比较好玩。啊，我们就玩一下嘛，不好玩马上转台，好不好？喝懵了，现在喝懵会不会太早了？陈伟午安，刚午安了。千亿午安，哎、欸，千亿，我已经把礼物寄出去了，再记得看信箱。这次寄的是小飞，千亿。还有那个 Elbow 这三个的那个小礼物，感谢。YU 来了，有来啊，不是吗？前面小赖午安，午安，小飞有礼物寄了，我来寄了看信箱。大家都对王子没兴趣。默默午安，默默好久没来哦。应该是我都太晚开了哦。民警午安，对，今天是白天，谢谢华哥这么会讲话。华哥今天有开台，应该是可以看台，我不用打字了，对吧？不同伺服器能不能玩啊？昨天比较懂的那个是谁？我忘记了。欸，傅成不是会玩吗？不同那个那叫什么伺服器可以玩吗 ？Jason 午安 ，NTS 午安。等一下我一定要去查，这到底是念暗还是暗？没错啦，燕暗怎么念？暗对不对？暗天使。午安，今天少香，这时候玩恐怖游戏会好吗？太亮了，我昨天这窗户是亮的，没感觉啊。明天晚上烤肉，羡慕。开的时候都要睡觉，没关系，今天午安台来给大家。Jerry 午安，但是我是用 QQ 欸，没关系，我玩一下。只是分哦，微信还是 QQ 了解。哦哦，大家去下载，然后我的那个要不要下载都可以啊，反正我还是主要玩传说，大家如果没兴趣的话是不用特别下载。然后我的那个是 QQ 的，就这样，账号一样，这个就开放加了。因为我在想王者应该没有限制好友的人数吧，聚餐烤肉喝两箱18天。完全说干嘛没什么用，十八天很好喝哎、欸，你是喝十八天不是只有玻璃罐而已吗？我记得 ，QQ 微信可以一起玩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想看诸葛亮，
玩传说再去玩王者就能轻松虐人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我跟你讲，我要享受虐人的感觉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我发展我的那个景的时候啊。欸、可是我在想，我没有花钱，我这样能玩什么角色啊？只不能送金币。好啦，进去了，我要先经手教学。欸，等一下，我可以先吃个东西吗？你们可以讲一下话。有不错，今天没有什么，今天没有什么画面，今天玩这种 MOBA 游戏应该没什么画面。小飞，你要失望了。王者有景啊，有啊，我今天首页图就是什么孙尚香，昨天谁讲了，就是景。啊，进去，我应该要先过完新手教学才能加好友。因为我还在新手教学，可以照我，哇呜！好，玩一下。我不想玩，我就那个，我就换传说了。激动人心的五 v 五对战即将爆发。好、啊，那我就新手教学，我已经过前面一个新手，他新手好多。即可获得胜利。我今天吃辣碗，我今天晚餐什么吃的都买好了。点击这里。快速购买推荐图文账号，影响前往的路线。这个简单啊，我会啊，我来冲第一个啊。我方士兵发起了冲锋，紧跟他们。不对啊，我要这个凯撒路是哪一条啊？这条吗？至少午安，两位午安。小虫是吧？哎、欸，我这样走是错是对的吗？他们魔龙跟凯撒是哪一个？不太会分。发起进攻信号，摧毁敌方防御塔。因为我都不太认识他们的角色、欸，哎，玩一玩应该就知道了吧？我这个应该是坦的角色吧，很像萨尼对不对？哦，这么给我信心。小心，在敌方防御塔下攻击英雄时，将受到猛烈的炮火伤害。王者审判，王者不可阻挡。这个实在是很大陆，很大陆枪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大陆枪实在是会受不了啊！难怪大家还是会觉得传说比较好玩。人家要先点一还是二？我还没深透研究。他应该会比较那个吧，简单一点吧，不会搞得跟那个。啊，这个是萨尼没错，这样垂下去是萨尼。不是，看起来很没有真实感呢、欸，没有很像。那萨尼的头好像不见了，有没有感觉？我现在突然忘记用EG在冲塔是不是啊？继续喝，然后不要喝太醉。安琪啊，对照装备有点差，装备我真的是都传说都不太会，我要再看王者。小托 ，Sandy 晚安，午安啊，又说错了，怎么这么好破他、啊？好，这是教学而已，大家不用紧张。萨尼我没玩过，所以我技能不太知道。一鼓作气，摧毁敌方水晶。一鼓作气，好的。可是他怎么没有补兵跟推塔、啊？为什么他没有补兵？哎、欸，那个中路在干嘛？这个是卡莉吗？看起来好像卡莉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是金娜吧？快快快破塔！快破塔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，这只是新手教学而已。应该没在世界大赛没有，因为时间很少。哦，开启限免英雄免费使用，妲己是谁啊？
欸，大家可以加到我好友吗？有玩的话，早上午安，今天午安，午睡，你那么早起来？欸，我只能强迫匹配吗？他应该是跟电脑厂吧。他们这匹配，欸，你这左下角是克里希吗？长得超像的，欸，还蛮可爱的。怎么办？我要玩谁啊？这是法师。请尽情吩咐妲己主人。我应该是要先研究一下配备方案。欸，他这边还有直接给你那个，欸，直接给你那个选项，欸，还蛮好的。维拉吗？妲己是维拉，好哦。这样可以吗？这应该都是电脑吧？有欸，这维拉是喵喵，还蛮可爱的。大家都在等传说，是不是？昨天说要玩的，结果今天都没来，好像在骗我欸。怎么大家都知道鲁邦是什么？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维拉应该是先点一吧。全军出击！好，真的对战喽。他是在唱歌吗？这太大怒江了吧？哎，他技能放的感觉不太一样。哦，他的这个是，他跟那个不太一样，跟哦怎么那么快，跟一条血的感觉不一样。他这个电脑吧，这么笨还不回家，我来来看我投入。哎，没死掉哎，耶，yeah ！这个好瞧不起人的感觉啊。可是感觉好像河道变得很奇怪，不觉得吗？这个河道有点奇怪。投资图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应该要先按晕，对不对？有点忘记怎么玩维拉。不过他这释放技能取消好像比较人性化一点的感觉。好，都要开传说啊。欸，可是他怎么要怎么往前？他的技能应该也是第四个，就是后面的吧。那个我都讲完，应该很简单。他这个电脑敞开的话，其实我应该是不可能来玩王者吧？我在想。可是如果真的是要先知道就是有什么新角色的话，我真的会觉得想先来玩。我就一直在中路就好啦，也不用打魔龙，是不是？魔龙在哪里啊？魔龙是这条吗？好像是。魔龙应该是，欸，我好像没魔了欸。Shit。乱放，可是他为什么是火球啊？靠！你给我在那里回城。我好像也是要回家一下。就是一直在中路，好专业哦。那个天下无双是怎么回事？他天下无双应该是几级杀的意思吗？好，我们来支援别路啦。搞得我好像第一次玩。
欸，真的是，这个是娜塔亚欸，他往前射欸，往前射。重点是我没有。欸，他这个技能还蛮帅的欸。一个时钟，然后我中路就放着他不管。我应该是要回去一下。欸，这个我这些人到底是玩家还是电脑啊？搞不太懂。就居然这是娜塔亚，我刚刚一直把他当维拉玩，我想他怎么觉得怪怪的，超奇怪的欸，这个我刚刚想说维拉的技能怎么变成这样子啊？可是我觉得他有点 Q 版的感觉，有没有感觉他的那个就是没有那么帅的感觉？我觉得啊，有差。他的人物都变很矮，然后传说的感觉比较高一点。啊，快破塔了，加油，同志们，上吧！这新手教学比我们的还粗欸，那我应该是要先点一下。欸，他们已经在推主塔了，我还在推外塔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推主塔，推外塔。Victory， 他们胜利是 Victory。为什么要讲英文啊？为什么不讲中文？欸，这样很好欸，我第一次就是我专精的传说的角色哦，那还不错，是不是？第一次玩的角色，疾跑，疾走嘛。好了，可以了吗？可以吗？新手教学会不会有点长？治愈疾跑。好哦，我知道了。应该差不多吧，闪现也13级是不是？国民晚安啊，午安，说错了，今天是午安，传说二人组午安，资料部午安。传说玩的好累，不想玩王者。哦，刚刚不知道他是娜塔亚。Stanley， 午安。真的是很大陆腔，不过我们还是听得懂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胜利也是赢。也是英文 ，win 哦，对，没错，我只是想说那个讲法不一样而已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硬玩，画质不太好。我觉得那个叫做是什么啊？就是它是 Q 版的感觉。我觉得两个是有落差的。我们是一个比较实际的感觉。有，我刚刚有吃午餐了，谢谢支撑。这个。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加好友了，欸，因为我现在还没过完。怎么按啊？有了，都可以领了。哦，我金币有5900嘞，欸，达四级是吗？每日任务。哦，有四级了。逞级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什么？好多可以领的感觉哦，有没有感觉比传说好领吗？我要变强，因为是简体字啊，大家我是看得懂啊，因为我之前有去大陆生活一阵子，所以是看得懂，只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还要再训练哦，会不会太久了啊？我先过完新手教学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传说好 Q， 传说比较帅。欢迎来到高级操作教学。还有高级，啊，刚刚是低级，对不对？使用帅气的半神之弓后裔，后裔就是勇吧，对不对？释放训练。他的确啊，我觉得他勇叫做后裔射手，的确好像是比较特动技能图标，释放技能燎原箭雨，击败敌方英雄。对，我觉得。没人陪我玩吗？应该还是等一下还是会有啊。这样子射，干得漂亮！这个算高级教学。最黑暗，不但可以打击宝宝的亚瑟，太棒了！
你成功守护了妲己宝宝，如何取消技能？妲己宝宝，拖动技能图标到右上方。我觉得他这个比较适合我哎，我的常常都不知道怎么取消。成功掌握了取消技能的方法。最后，如何使用远程大招呢？拖动技能图标，释放大招，惩戒射击，对，这是击败敌方英雄。可他这个还蛮帅的。你的准心百发百中。下面让我们进入实战演练吧。又是实战演练。用远程射击技能击败远处的敌方英雄。他有这么远吗？有，好像也是可以射全地图，对不对？远程射击是强大的技术。重点是我这样看不到啊。尝试是。好了。Victory。好了。铭文哦，就是奥义吗？要买这个，强迫我买、欸，是吗？我为什么要加生命啊？好了，好了，这我了解了。还有，新手折扣，果断购买吗？哦，它也是五个英雄也有排位赛，也是一样的意思的。圆圆午安，午安，今天是午安，午安台。阿春午安，闪现这词在这用，所以我就发现，其实大家都是你知道，把大陆的词用过来。耀华哥为什么现在要开台啊？华哥为什么现在在开我台？我刚刚很好奇，想问华哥为什么不玩传说？这样玩传说去华哥台，然后玩看一下王者的就来我台，这样子对不对？学红午安，闪现是 low 的哦，闪现是瞬我们的瞬移，对，没错。孙尚香是传说的景，对，所以我今天图是放景，放孙尚香。他刚刚跟我说可以买、欸，是什么？我先买个什么角色来玩啊？可战不可屈，这里免费一个宝箱哦，碎片哎、欸！它碎片可以换的很多哎、欸，不像我们每次都是那五六个在那边，有点少，你不觉得吗？皮肤的造型，皮肤就洗造型好吗？皮肤就洗造型，这个名字我也不会念啊。圆圆好乖啊，跟关关打招呼。OBS 还有问题在问我啊，华哥，其实真的不难，或是我亲自帮你远端操控好了。传说王者跟 LO 都是那个对同个公司啊，只是他们代理商不一样，代理的厂商不一样。好哦，我们就来花钱吧。可是英雄，我现在有9050哎，可是通常这样不是要买奥义对不对？铭文对不对？大家先推荐我买什么啊？我买那个888的就好了，要不然我没也买不了太多只。哎、欸，我就直接买锦就好啦。我最近在玩锦，我就直接练练看，在这里玩锦如何？大家有没有想看什么角色？阿恩武安，进去好久、哦，好久没看我直播，没错，大家都好久，大家都一副好像。隔了好久才来的感觉，我上想很便宜，那买一把吗？安小你午安，诸葛亮，制裁是 low 的重击，斩杀是点燃。哦，凉凉好熟，凉凉令 low 也很常玩，对不对？黄俊午安，范奇午安，这么早看，因为放假嘛，变漂亮，我一直都长这样子。只是今天穿红色看起来好像比较亮，对不对？貂蝉是罗儿，他的貂蝉是罗儿哦。周董午安，买我锁骨吗？如果锁骨长这边长痘痘了。买阿香就好了嘛，干嘛自称对我这么没信心啊？下载好麻烦，这真的有点麻烦。
我是用跨区买的，你知道吗？跨到中国的那个区。晚上会开，我会一路开到晚上，我会从今天等一下开到晚上，好吗？我会开到看晚上几点。后身上像后期，对啊，因为那个啊，景也是啊，对不对？看我那对啊，银珠珠午安。可以一起玩啊！我刚刚有给那个账号了，可是我不晓得是不是不同区还是怎么样不能一起玩，还是怎么回事？有人加我了吗？这时候好友就不会有限制了，好吗？请干，他赶快跟我玩。玉峰午安，小燕午安，没有除啊。我看一下哈，大家说推荐买什么哈？村上香5888是不是？迪迦。他有攻略，欸，靠北，他点到王子去了，欸，他的造型，欸，欸，他造型超多的，欸，好帅，有没有？60卖22000，开到几点？传说的观众场会有，是微信区的，没办法，我是 QQ 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办法加，欸。我看一下有谁那个账号给我一下，我来加加看。有谁的 ID 给我来加加看？我看一下在哪里加哈。有钻石哎，100钻石哎，哦，钻石可以干嘛？有人加我好友了吗？我怎么那么孤单？我怎么那么孤单？好友在哪？哎、欸，哦，我的 QQ 好友，我想要奇怪为什么这么多好友？有人玩微信吗？应该有吧？什么时候打传说？应该晚上之前吧，5-6点左右吧。末日机甲嘛，还蛮帅的，欸，真的。后羿是特尔吗？后羿不是勇吗？加 YU 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是用 QQ 对啊，刚刚有 QQ 符号，我找。等一下哦，欸，真的没人欸。师徒是什么啊？好酷哦！他们是有师傅带徒弟玩这样子，是不是？那我也想拜师。昨天是谁跟我讲说什么可以拜师，是不是？那我这个要怎么找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 YU 的。D 是大写嘛？然后 A M N S O N， 好看看。有，这个没错吧？什么？听说你从不坑队友，我也是约吗？我想学大陆音，怎么有点难？爬不上精英崩溃，队友嘞？娘娘是在说什么的 ？low 的吗？黑打传说啊，几点观众场？今天观众场我在想，应该也是6-7点吧，差不多啦。可乐午安，有谁要加好友的，请加我好吗？或是我加你？如果这样子没办法那个了，赶快凑5个，我们一起来虐爆对岸，是不是？我是 QQ 区啊 ，QQ 区，你们看左上角那个 QQ， 我是用 QQ 区。我看一下好友又在哪，我有点不习惯。签到，欸，他好多东西哦，还有我也好想玩一下，就是新手进去都会有特别的那个。赠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领取礼包，欸，嗯，可是怎么没东西？之前午安，好，这么多人也有玩吗？5点吃到6点，好啊，我差不多我应该会玩一下下再开。浩克午安，下午开的错觉，大家都不想说，到底妮妮发生什么事了？
怎么会这样举？那个没玩不能加，大家应该都很少玩，也不是很少玩啊，就是不会特别玩，就想说有台湾的游戏不玩，怎么会去跑去对岸玩了呗？豆浆有了是不是？啊，有这个要加我啊，这个符号我不会，太难了，要加我。我刚刚有给那个不同区可以打吗？好了，我先加一下豆浆。结果你名字居然用跟传说一样，这样我有点害羞啊。感谢订阅啊，荔枝午安。怎么下载？怎么下载王者荣耀？就是要看手机，因为我是用 iPhone， 所以我是用注册大陆的 Apple ID。豆浆滴的，怎么打？我真的不太会用 iPhone 打字，这样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？豆浆，你是用那个吗？你是用简写的浆吗？我觉得你应该是有那个、哦、大小写之分，不是大小写之分，简体跟繁体。传说一 low 的铜牌，哦，原来如此，所以从铜银金白这样子。这好午安啊！我今天特别早开台，还是我可以搜寻一半啊？同城好友，有种豆浆没办法加 ，QQ 微信不能一起。我怎么不用微信？因为我都用 QQ 啊。微信也有用，可是 QQ 比较多。豆浆的问题怎么办？是大家都这样吗？还是符号的关系啊？来试一试。可以微信吗？微信的话，我在打什么？我还没想好买什么角色哎、欸。还是符号的关系啊？我觉得是姜这个字不行啊，因为那个姜的字看起来长得怪怪。豆浆是微信的，真的吗？你知道我是你隔壁的老王吗？真的吗？我刚好看到这个，是这个吗？为什么你是我 QQ 好友啊？很吻合 low 的排位，对。换微信，应该不用，我只是玩一下而已。要换微信，如果真的要玩的话，我之后再换微信吧。那英雄纳克就是什么科？为什么当有人讲说 QQ 比较多人，就今天反而跟我说微信比较多人啊？要不然我昨天就先弄好了。还有什么可以按 ？QQ 有看到豆浆，那 YU 你开好了啦，你开房间好了，然后加豆浆，我这样加得到他了吧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体验这个是谁？小乔是谁啊？小乔还蛮可爱的。要充值啊！好了，我先去买角色。商城在这。我是哪一服？武士服。那 YU 你加一下豆浆好了，我先买个角色。好了，反正也不常玩，我就直接买金好了。只是很
还是玩爱丽丝啊？我玩爱丽丝账好像会比较好。乔就是克里希哦，怎么大家都知道？哇，好，原来这是好肥的蚊子，还是什么东西？它要攻击我的午餐。你们家了，好哦，我买井是不是？好，我买井。反正这个钱。可是我没有皮肤啊！哎，其实我觉得他的造型做的真的还不错哎，这个好可爱哦！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他们警的造型，因为很可爱。有没有潘彩？有没有很爱警？有没有很爱身上香？很帅。根据历史人物改编，背景故事纯属虚构。找不到我的，可是我有加 YU 啦，不是吗？欸，我刚刚不是找了吗？他们这个怎么那么麻烦啊 ？YU 再给我一次你的名字好不好？游戏超多，还有加成攻击的，请愿意午安。那个不是你，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啊？我的是大写，欸，可以更改名字哦，要钱是不是？好麻烦哦，我都不知道这个怎么会这么。去看比赛了，你的是 QQ 头像的。为什么会不一样？是因为我的伺服器的问题吗？没有人帮我解答这问题。D， 欸，那很奇怪，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人？不是这个吧？A B C D， 晚安。R O L O， 晚安。为什么不行啊？风角午安。不是这个，那我重登看看好了。嗯，我先看一下这个操作。因为它这个其实还蛮详细的，这些设置。好，我先退出哦。哎，这样看得到密码？哎，等一下，这样看得到密码？我先把那个取消视窗一下。因为我 QQ 是工作用的，如果被盗我可能会哭。还是我换区啊，换区会比较好。我什么段位？我才刚开始玩而已，我只是刚下载而已。哦，真的有一只虫，好恐怖！因为我都玩传说对决啊，孩子们，大家知道我都是开传说啊。传说比较好，D 午安，大家应该没兴趣，没关系，我只是想要试玩一下，空间不足。思想午安，大家来按个订阅啊，孩子。所以我代表要换区，是换区有问题啊？你们是哪一区啊？苹果跟安卓不能一起。压力大的来了是什么意思？
怎么大家都是安卓啊？欸，为什么这样子啊？他这个系统这样不太 OK 呢，升太高了。豆浆是安卓吧？我是苹果，我只能用苹果玩啊。欸，我看一下我这次可不可以玩。大家都是安卓哦，好烦哦，为什么？那我好尴尬哦。欸，可是我发现我也没办法下载王者荣耀这支，好啦，就看我玩一下吧。因为好像是跨区有问题，没办法一起玩吧。苹果是苹果。有 QQ 有加到豆浆，还是可以跟豆浆一起玩，真的吗？啊啊，我 QQ 给大家好不好？但是请不要骚扰我。如果要玩的话，有谁要玩吗？我可以给豆浆，没关系。AD 玩电剑。今天吃的东西好了，叫豆浆加我一下，还是要有人陪我玩啊？欸，我那个虫，我觉得我给他吃一吃，然后刚好虫就飞到我嘴巴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绝对会被截图。好了，一家，来这样看行不行？我先随便进去，刚刚上次登录的。嗯，加豆浆，请豆浆给你那个 QQ 好了，可以吗？国民。欸，我怎么又可以领东西的？我刚不是在领过吗？我看有没有。欸，有啊，在这。所以表示可以加 QQ， 大家可以加，可以加那个豆浆的 QQ， 豆浆可以给。QQ 没办法办，因为他要实名认证嘛。嗯，为什么突然都静音的感觉？哎、欸，我发现我的客户都有玩欸，怎么这么酷啊？国际版吗？普通版好像就可以了。啊，大家可以加豆浆的 QQ。其实我刚刚我的 QQ 号好像大家也有看到。好酸哦，我的是睡太少了。加好了吗？我再顺便去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玩好了。我想要买个角色欸。还有钱。哦，它的钻石是我们的宝石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宝石可以才218，好像不太能买欸。那鲁班七号看起来好奇怪，这到底什么角色啊？218真的买不到欸，曹操是288，可恶。其实很多都可以钻石买欸。
这小乔好可爱哦。应该说小乔是谁啊？我忘记了。王者拒绝添加好友，为何 ？YU 有加了吗？我不知道这么麻烦欸，我觉得好奇怪哦。传说就没有这么复杂。哦，是爱丽丝，堂堂五万啊！那我很想买欸，可是我没钱，怎么办？我要去哪里生钱出来？大乔、小乔，那大乔是谁？免费是什么意思？不用钱是不是？哦，免费的，哦哦。那这个有必出二到四，因为它的铭文，它的奥义分很多等级耶，这个好复杂哦。那它这个是要花钱的吗？他们有分钻石、宝石，是不是？鲁班是勇哦，哦，鲁班是勇，看技能的。设置那边看一下。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哎，还是 给加 YU 好了。我是因为我都不太懂他们这个系统的问题，我还没开始打。我也很想打啊，但是没有人跟我一起打。我的好像没办法加，我的是苹果的，我觉得我要特别打苹果，这样子。我完全不知道那个安卓，他们这样子分很多玩家都不能一起玩，那大家都一定要买一个同样的手机。好了吗？我想要先赚钱，再买一只爱丽丝。哎，还蛮帅的哎、欸，不知火舞之前谁说是这个是谁啊？你这个屁股整个露出来了，这样好吗？武则天，手冲活动也是人，他是赵云手冲。YO 晚安。哦，是拉兹是不是？你是女生呢，我们拉兹是男生。哦，他有分每只英雄的胜率哎，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谁是谁本人。比如说这第一名就可以说我是不知火舞本人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哎呦，有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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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这样要怎么加人？哎、欸，有也是有语音哎、欸，还是有语音。这个马上来打广告，是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他没有房间号码，你知道怎么让人家进来？他们这里没有房间号码，对不对？你要直接开始啊？他有房间号码吗？微信实名认证没有，我只有支付宝、欸、有实名认证。我没有研究科。啊，你开房间的哎、欸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那就先那哎、欸，那刚刚那个什么，刚刚那个国民是为什么没办法加？没有，我开房间，他是直接进来啦、啊。嗯，什么意思？他不是有加？那你他，我知道了啦，加 YU 就好啦。没有。YU 的账号啊，
只是好奇怪哦，我刚刚打的是一模一样的哎、欸。哦，对，因为安卓跟苹果啊，下个版本才有哦。那我们比较早开、欸，我们版本是比较早有房间号。其实这样也比较方便，假如说是真的要开实况或开台，就是如果观众要一起玩，你就不用真的要加他好友。中间那个好正，什么都气了，那个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我觉得这个游戏有 Q 版又有正的，可是传说几乎都是很帅的或是很漂亮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说旁边有两只企鹅是不是？哦，我以为你在说，因为企鹅是 QQ 的特，就是专属符号啊。有加了吗？国民加了吗？不然我们先开始。会用企鹅吗？可以换企鹅吗？我出去换一下企鹅好了，我们就一堆企鹅好了。它这个里面没有呢，不能换啊！哦，它是头像框哦，对不起，拍谁？不是啊，我不知道看我照片啊，我的头像要怎么换啊？算了，再邀我一次，因为好像是要在 QQ 里面改，因为这个图是我 QQ 的头像，加了还没接受吗？欸，健康礼包欸。欸，我有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先领完。爽，开心。不是啊，有加了吗？有了吗？你们加了没？哎呦，你们都不快一点，我一直很想赶快试试看。QQ 换直接打，这边就可以了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他没有加，我派出去了。我看一下，好像真的没有呢、欸。他不是会有游戏邀请吗？那真的没办法，好啦，就开始吧。等一下再想一下，等等看看。Snow 晚安，不对，午安。我、哦、晚安真的说久了，一前一声午安。好，直接开始吧。开始吧。开始。匹配中。三个也可以匹配。那可以直接讲话。大家不都可以？传说也可以直接讲话，孩子。那就熬夜的声音怪怪的。我只有几只角色可以玩，我要强劲啊！我是谁？要玩？啊？哎，为什么他要硬强迫我带这个啊？我要带治愈啊！全爆发好了。这样可以吗？超好杀人，加不到我们。我觉得你应该加 YU 看看吧。豆浆没办法加，加 YU 好不好？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。我的账号，我的账号都给啦。或是加豆浆的 QQ 好不好？餐餐，你帮我贴豆浆的 QQ 出来，大家玩的话加他。你知道豆浆的 QQ 吗？一仔豆浆的 QQ 吗？好了，来了，我们看看对面喽。王昭君，王昭君是谁？好像貂蝉，冰冰的感觉啊！我知道，鲁蜜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晚安，午安，对啊，下午来啊。难得下舞台啊，很难得。这是从我刚开台到现在第一次。我也来个下舞台啊，
啊，我觉得你不要开好了啦，你这么早开，到时候我又没有人看我，然后我就哭哭这样子。啊，反正我今天先玩王者，然后哎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应该是下路吗？上路，上路，完全是虐菜的啊！魔龙在上路吗？哎，魔龙是在上路还是下路啊？啊，谁跟我讲一下？请求集合。他们的魔龙长什么样啊？我还没认清楚这个位置啊。上路啊？上路吗？哎，这个是墙吗？靠北，我刚以为可以穿过去。嗯，有，还是很帅的景。经验，那他在这应该也可以射塔吧？没人要全副哎、欸！有有，五郎来，五郎来啊！可惜我们听不到大陆人的声音。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他这个是他的鸟鸟，怎么长这么奇怪啊？我怎么还在射鸟？我怎么还在射鸟？熊熊比，下面已经在激战了、欸。我们还在楼上，感谢订阅，我们还在楼上混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会觉得我们很戳很累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在怎么玩，其实也差不多吧，我觉得玩法。有点，突然有点不习，还是有点不习惯、欸。他应该也是四级，也是四级，有大招吧？对，没错。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很好。这时候要追上去，不能怕。睡睡睡，没有人来杀我，我就继续射自己的。哎、欸，我现在还是零零零哎。他们地图感觉比较小哎、欸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十字架呢？他十字架好大颗哦！哎、欸，我好像没有去设，我好像没去设定、欸。他是不是也要设定什么攻击血量？好脏、喔！哎、欸，激战了，激战了，集合，集合！请求集合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好像也不用集合。他唱歌吗？好可爱哦！他现在上路在干嘛？我们现在是……你为什么一直在躲塔？我啊，我没躲好，靠北。因为传说躲一下就有那个啦。哎、欸。请求集合！哎、欸，我被追了！啊，这个是貂蝉是不是？完了完了完了！先撤撤撤！开始撤退！开始撤退！我会怕，我会怕！哎、欸，他技能好近啊！哦，好凶哦！哎呦，这个躲草不好躲哎、欸，我觉得。啊！等一下，好危险！其实我们三个人可以反杀哎、欸，我们其实不用绕跑。
们打野都不吃红，打野都不吃红，不需要红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办法打人呢、欸，为什么？啊！没杀到我的第一个击杀呢，我的第一个击杀就这样放掉了。我完全不顾中路啊！我们回中路一下好了，我也要回家了。我觉得我先回家。我先回家。哎、欸，我难得可以撑这么久哎、欸！我在玩传说，没两场我就死掉，不是没两三分钟就掰了。啊，他们小兵啊，小兵跟战车蛮可爱的，跟我们比起来。我们的比较恶心，我说恶心是先看 FW 比赛 ，FW 比赛是什么？其实我不知道他们这是什么角色。终于虐爆一个对岸了，一个而已，一个。好啦，我们其实大家都是亚洲人，还是不要这样好了。我们只是想说来看一下那个不一样的游戏的感觉。可是其实各有好坏，我觉得。哎、欸，他怎么宕机的感觉？我怕我等一下我到时候被那个。检举，就是说你怎么可以乱讲话？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看装备，因为我看不懂，他那个有点复杂。哎，他好坏哦，他好坏哦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是冰冻，可是他冰有冰很久哎。可是我好像还不痛感觉。看我一直碎碎念。哎、欸，那下路要被拆了，我们下路。哎、欸、呦，被我抓丢了！靠，我还跑进去打他。哎、欸，他还会提醒我，他还会提醒我。靠，为什么会被抓到？我刚刚是不是太出去了？他地图有点看不太清楚哎、欸。我们的兵是绿色的，他们是红色的。其实他应该要做兵是蓝色的啊。因为我们这边是蓝色的啊，有点奇怪呢、欸。哦，豆浆杀了几只了？哎、欸，怎么关不掉？哎、欸，他们人都去哪了？哎、欸，我很倒谢谢你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剪头中，我们是不是要去新上路啊？帅，剪到了！哦，那个应该很傻眼，你怎么可以剪我头？这个谁在扛塔、啊？孩子啊，你扛塔！哇，我傻眼了！哎、欸，这只是那个图人吗？好帅哦！而且我忘记我滚到前面去了。就是那个滋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啊！不行，我不能死掉，不能死掉！哇！啊！绕跑中。
黑暗暴君是什么啊？我听起来很恐怖。你们要清个兵线吧。什么猥琐发育是什么啊？猥琐发育是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靠北，这是什么？可是我这装备好像没吸血，我这打个小兵就快死掉了。这个我刚刚对这个猥琐发育有点感到觉得很奇怪。哎、欸，他们警唱歌也太可爱了吧！我射错，我射到红。我从这里追他。哎、欸，你们追一只怎么追这么久啊？哎、欸，又是他，又是他！啊，不行啊！啊！那只是什么东西啊？对面那只是什么？是悟空吗？难怪是，应该是悟空吧。难怪我会觉得我怎么这么怕他。这是什么传说？这个是王者荣耀。完蛋蛋糖，永瑞晚安，没有永瑞午安，风角午安。还有谁没午安？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靠北，我们是快输了一局吗？哎、欸，下面哎、欸，我们这样子还要输了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一直顾着杀人，有没有感觉？我们一直在杀人，可是我们塔却没推。集合，攻击敌方水晶。这个配音我不爱。可是偶尔换一下也是蛮新鲜的啦，玩别的游戏。开始撤退。我觉得它的地图有比较像 LOL 的感觉。它真的有那个弹药发射的感觉。哎、欸，这个怎么会卡枪？哎、欸，他快死了、欸！炫，好了好了，这应该可以扛塔。发起进攻！你确定要扛塔？我也惊。看我的！啊，可恶！靠北不行啊，这个不行啊！扛不掉他，孩子。开始撤退。完了完了，豆浆。豆浆要被抓了。完了，救不了他了。哦，豆浆掰。我先回家了。大杀特杀。哇，豆浆这么硬是不是？发起进攻。好硬好硬。我以为要没电了，吓死我。我发现这个景跟爱丽丝很像，然后我其实听不懂那个哎团灭哎哇，那赢的意思吗？哎呦，第一场赢了，开心开心！虽然我也是在王者还是在混分呐、啊，王者一样混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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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点赞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可以点赞是不是？点赞可以干嘛？哦，可以加好友了吗？
不能进行该操作哎、欸。给赞可以干嘛？哦，他右下角，我说这个是什么？我是急迫最多，是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不是哎、欸，我都没有，我是没，我以为我是中间的 ，MVP 才是中间这个，他是急迫最多，经济最高啊，豆浆是承受伤害高 ，YU 是助攻最多 ，YU 那一次是图伦是不是啊？输出最高，然后跟参团最多，有个是参团是什么意思？参团是什么意思？欸，他其实还蛮详细的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满意度是什么。哦、oh, 他们也有检举耶。点赞。是吗？还是什么？哦、oh, 还可以保存回放。数据。看一下这个伤害。经济。这个参团率是什么啊？小米五安可以加我 QQ 啊，不是加我 QQ， 加豆浆 QQ 就可以一起玩，不是吗？哎、欸，哦，对，你说你是不同的，那就不行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图伦是诸葛亮是不是？哦，你是百里守约射手，哦，你是射手，我刚一直以为你是法师，因为我完全都还没有太那个了解里面的角色，马上就跑来玩了，有没有？我北来。哎、欸，那个国民要不要加一下豆浆啊？杰哥午安，浩克午安，浩克午安了。身上像出箱，出箱不是出装，先出鞋子。那个还我这个真的还要研究一下，我光传说都还没研究完。王者是射手走下路吗？哦，所以他固定就是走下面，是不是？上路是凯撒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完全没有那个英雄哦，是 low 的巴龙，嗯，大家都有玩，宇文午安，射手才拿红，泽豪午安，大家每个人玩的好像不太一样，就是两边的玩法不太一样，还是有什么可以分享的？黑暗暴君等于魔龙或古龙。点进去送杯子哦，那个可以打绿油油就有了。我昨天设一个指令，鲁鲁午安，是鲁鲁没错吧？我记得我在玩景没错，大家好像都知道对不对？时空召唤是什么啊？也是一个游戏吗？用个 QQ 吗？为了我，微信加不到吗？可是用 QQ 好友也没办法吗？夜悠悠，午安。王者是射手要拿红，好。张浩午安，拿红的射手可是王者以下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是这个，可是我用苹果的系统，所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一起。应该是不行。他们刚刚说，王者跟那个，不是王者，安卓跟苹果不能一起。好啊，就这样。我们第一场非常的好，所以我都没有在参团啊，我根本就没有，就是看谁在单机，对不对？就检举他，你一直在单机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。不拿红粘不到人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的都是打野在拿，对不对？雷文那些角色，好咯，啊，要一直跟好友玩是不是？再玩一场，我想玩别的角色、欸，因为他有限免的。哎、欸，王者也有城市赛哦。国民是在台湾的吗？因为我想说你，如
如果 是那个的话，在大陆应该没办法看，看那个 YouTube 吧，狂暴，这是狂热吧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要吵架、啊，好不好？乖，不要吵架，好吗？不要吵架。豆浆很帅的，刷了他的 QQ， 请加 QQ 好吗？请加他的 QQ， 好吗？可以一起加，好不好？然后就是可以一起玩，好不？我去上厕所，豆浆先开房间好了。燕君午安啊，燕君现在才起床是吗？嗯，滴滴午安哦，马来西亚，了解，马来西亚好像也是简体字。找到王者的 DC 小丑，哎、欸，我现在好像又在下雨了、欸，那今天就不用出门啊。其实很多可以领哎、欸。我先上个厕所、哦。哎、欸，什么？我说的话自动转成文字。好，我要去厕所。哎、欸，好棒哦！哎、欸，这个功能，传说可不可以增加这个功能？非常的快。刚刚在补习哦，辛苦了。豆浆是帅哥，这样有吗？哎、欸，他没有，他变成僵尸，为什么？好，我先去厕所。那宝箱可以领吗？哪个宝箱？我先出去一下。哪里有宝箱？这个吗？哎、欸，他会有这个哎、欸，阶段，他也是三十级吗？哪里有宝箱啊？哎、欸，我这个还没，我好像可以多加一个，是不是？可是我没有哎、欸，哪里有宝箱啊？每日任务吗？哦，好棒哦！哎、欸，这是悟空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这样都有体验，那一开始玩家就会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哎、欸，他游戏中了，好，我先厕所好了。好，真的厕所，那我厕所一下。然后要加的可以玩，好吧？打几？我已经按了，我已经按了，有延迟。我先去厕所。
在哪啊？那我的账号吗？好，小米，等你。哦，新的要去那个新手引导，国民拜拜，考试加油，刘元帅晚安，午安，说错了。可以，记得再来看个抽奖，晚点就来玩传说。我应该周末还会再玩一个别的游戏，再找一下玩什么游戏。我现在钱好像还不够，我想说想要再买什么。皮肤都要用点券买，是不是？宫本武藏哎、欸，感觉好帅哦、喔。其实他们造型真的是有一些还不错，就是可爱又很帅的感觉。玩 low 吗？玩 low 一定要有人带我，因为我完全真的不会，因为我没有用键盘玩过。长城在，故乡就在。还有什么可以抽的吗？钻石多宝，我来抽抽看好了。还是钻石可以拿来干嘛？看一下，钻石应该不能干嘛吧？哎、欸，钻石可以买角色哎、欸。我现在三四八，这个是谁啊？蝴蝶是我，我竟是蝴蝶。这个是谁？里面皮肤蛮美的，对啊。被尖叫声吓醒三次 ，K7 午安。哎、欸，我昨天发现关台的时候在截图，发现还有16个人，是都看到睡着是吗？抽铭文买英雄吗？哦，不要抽夺宝是不是？可是铭文我如果要玩景，要先买什么啊？太贵了吧？五级要这么贵，我应该买不起哎、欸，我要玩很久才有吧？钻石可以买英雄或夺宝。抽奥义，对，小米好贴心哦，还不特别帮我附注。哦，刚刚那个是大象哦，那我想玩哎、欸。因为我传说还没有玩大象，这个吗？蝴蝶是我。哎，他的大象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四点就挂着睡着，还在听台吗？哎呦，好乖哦 ，K7 很乖。获取更多铭文吗？所以我应该买哪一个比较好？200多天才一套，传说是6万可以买一套90的奥义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睡着了，是这么好催眠是吗？钻石的比较好。可是我想买大象啊！我想玩大象啊，因为我传说没有大象，这只是大象没错吧？是我，我竟是蝴蝶。这个是叫庄周嘛？庄周是大象。没错吗？哦，不是，不是，这个是鱼，不是，因为我想说，刚刚那谁跟我说这是大象，我想说长得好像很奇怪。那大象是谁？别用钻石，就是像传说一样，我们不要用金币买一样的意思，是不是？
那个嗨有那个指令，英文版的指令，是神者午安。他在传说是大象。哦，他在传说是大象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们现在有点要把传说跟那个王者两个去做那个，去做那个。夜悠悠，怎么了？我们现在搞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现在王者跟传说是有点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两个，如果我们两个，我们都会有点搞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Hello， 这个是 Katrina 吗？是吗？午安，感谢柚子订阅。蹦蹦午安，好久没看我直播，想我吗？所以我买喽，我买喽，我买喽。大象，小齐午安呐、啊。一安午安，王者跟传说80%技能外形不一样而已。对啊，我在想说是不是？那我买喽，还是不选在想要不要玩？晚点会开传说，现在是那个可以用金币买，别浪费钻石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才888哎、欸，好，那我用金币买，听那个小米的话。耶、yeah! ！第二只，它这个还蛮可爱的。为什么大象是鱼、欸？哎、哦，因为它也是用那个波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它的造型，蝴蝶是我，这是鲤鱼哎、欸，鲤鱼鲤鱼啊，红鲤鱼、绿鱼鱼、绿鱼鱼。蝴蝶是我，我竟是蝴蝶。海市蜃楼的蜃楼王吗？其实他们的都还蛮古色古香的，其实跟传说又有点稍微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吼，好咯，那我们来抽铭文好了。哎、欸，其实这个我好像也可以买，对不对？这只是什么？空，这只是谁？真姬是谁？好像也可以买，你知道有金币就很想买，很可爱，有吗？怎么可爱？好，我们现在抽铭文好了。可是我不够哎、欸。这样我要怎么办？还是再累积一下阿兹卡？好啦，我们先玩好了，有玩才有经验值嘛，对不对？感谢依安订阅啊！啊，那个呢 ？YU 呢？我是没加 YU 吗 ？YU 怎么走了？啊，进来了。还有人有加吗？玩小乔，小乔是谁啊？小乔是谁？我又忘记小乔。爱丽丝，爱丽丝，爱丽丝，对不对？还不到啊，还不到。爱丽丝，哎、欸，他也是简体字。小乔是爱丽丝，是吗 ？SK 五安，买不到打野角，怎么抽？来抽奖这里，开始。007K。午安，我一直要晚安，等一下要改午安，累积五次，没关系啊，我先玩好了，因为那个好了吗？小米好了吗？要不然我们先玩一场好了。哦，阿兹卡，阿兹卡，我们先玩一场好了。我是 QQ 区哦，易燃易爆炸，易燃易爆炸，午安。哎、欸，我要先选角色。哎、欸，我刚刚买那一只是在哪里啊？在这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他玩那个，那我就不要玩了。我带制裁好了。没差，玩玩看啊。没关系，我想要玩一次景。
哦，按错了，我按错，ADC 是打野吧？抽暗抽，我来乱的，我来乱的。他说应该说我是台湾人啊。ADC 是射手哦，对不起，我在欧北共。SUP 是辅助射手，我知道。然后 JG 是。Jungle 是打野，我知道。还有什么 ？AP 是法师，对不对？主播这样很怕吧？因为我们玩传说玩久了，来跳到王者会有点那个脑袋不太清楚。想说哦，好戳，好雷，我们在干嘛？因为我们是在下面。夏侯淳，这個、好像完全都是有点搞不太清楚。这样我不知道对方角色是什么，这样很容易被打。我走下路哦，射手走下路。克里希吧，柚子午安。克里希啊，克里希哦，哦。全军出击。YU 这个是在干嘛？他是在跟着我走路吗？他为什么要黏着我？为什么要黏着我？为什么要黏着我？我拿 buff， 哇，凶哎！送你一个轰轰烈烈的退场，气氛小姐大恩大德吧！哎、欸，他的这边的景的那个矿膜比较没有，就是膜比较多哎、欸。可能就是要讲王者是传说的谁，我们才比较知道，我们比较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怎么都没有敌人下来啊？他们挂机是不是？哦，五郎来啊，五郎来啊！好帅哦！我们来谈，我们来谈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太早进场了，太兴奋了。想说哇，我们马上第一只击杀。可是我想要回家了。觉得他好像是中秋节造型哦。中秋节造型。你觉得像传说的中秋节造型吗？哎、欸，他这个回程好可爱哦。见闻午安。怎么下载 iOS 版？你要先 Apple ID 是用中国大陆注册，中国注册，然后才能到 Apple's 哎、欸、那个 App Store 下载到王者，要不然用台湾区没有办法下载。再来，吃他的蓝，吃他的蓝，冲冲冲！没有大局了。好像还蛮帅的哎、欸。不要了。那回城蛮可爱的。弹。哎，他这个好漂亮哦，这个弹的很漂亮。你在给我测小兵？他这个怎么选小兵啊？这个小兵呢？我怎么是？
欸，我刚刚那个设定还没有换啊，提醒我换一下设定好不好？我那个传说也是设定都没有，都会那个。两只残血，你射小兵欸，两只残血是。啊！等一下。看来你可以杀死他们，结果你在射小兵。好，我们现在追中路啦。哎，这里为什么会卡墙？其实他的大没有很久，是他的野。哎，他野又跑回家了，算了。我每次打野怪都会回家。哎，我要吃那个十字架，没吃到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克里希很漂亮哎、欸，丢扇子，我突然有点爱他们的克里希。啊！别拉我去！啊！不要！一边不要一边杀别人的概念。而且我都没有用，我都没有用制裁、欸。有点过分。等一下，靠北，我没魔了啦。欸，那个蓝 buff 在哪里啊？蓝 buff 在哪里？重点是我们现在连魔龙跟凯撒都没有需要打的意思吗？我怎么牺牲的？欸，其实我们顾的还不错啊，他都没有掉。只是我觉得他的颈好像看起来好重、喔。我这个小草蛮溜的，这个大草蛮溜的。猥亵发育别浪，来去跑啊！哎、欸，可以！啊！射你呀！爽！哎、欸，这在打凯撒了、欸，会不会太快了？哎、欸，投降、欸！哎，投降，已投降，耶、yeah, ！第二场又赢了，好快哦、喔！我都还没搞清楚地图有什么野怪、欸，怎么马上又投降？来看看成绩啊！哎呦，有宝箱了！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有那个哎、欸，输出最高，击破最多，参团最多，好开心哦、喔！哇，302哎、欸！好像还行，怎么我在这里的景好像玩的比较好？为什么在传说玩的那么糟？这样我是不是要弃坑传说了？以后来这里玩我会比较有成就感吗？好，我们要去那个设置看一下，这是谁啊？他是谁啊？欸，好像有可以领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不是，这个设置要怎么改？都跟传说的结合，好像也可以这样讲啊。国服、台服，对，设置刚刚就能换，对啊，我刚好来不及啊，要出打野刀，哦，对齁，不是。一来这里我就有点忘记了，你知道吗？蓝色野怪，红色，对啊。可是我刚刚没有看到蓝色跟红色。进你的圈圈，对不起，我有点看不太懂啊。那个技能放个阵，队友放个阵可以直接回家，回满血。没有在台服遇见台湾人，什么意思？
台府不就台湾人吗？凯撒是主宰，不是暴君。点宝箱，加那个啦，加豆浆。换喵子午安，豆浆的那个 QQ 号29315269932。我先看设置一下。哦，有这里了。锁定攻击施法，哪一个比较好啊？应该中间这个吧。轮盘呼之欲出，适合滑动。显示头像。精准施放，这个好像是没错。显示小数，王者有人叫你管的加我，夜深月午安，爱你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什么你管？好啦，豆浆加一下。啊，越来越多人了，我们现在凑四个人了，赶快有没有第五个出现？技能取消，设置滑出位置。滑出位置吗？这个吗？我怎么腰好酸？坐后面一点好了。一个很惬意的，把脚张开。没关系，你们看不到下面，哈哈。加好了吗？大乔已经懂了，我还是只会那个而已，哎。大乔是谁啊？大乔乔是谁？我又忘了。哦，小乔是克里希，大乔是谁？小乔的皮肤，我现在还没设置完。二级密码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到时候有在玩再申请。皮肤，新娘皮肤，传说二人组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你真的生日吼，不要骗我，让我白唱歌了。哎，刚刚说小乔是法师，小乔，小乔是这里吗？花会枯萎，爱永不凋零。小乔要努力变强，还蛮可爱的。还优雅，爱他，陪伴他，使之不离。这个也太浮夸了吧！那我跟你讲，这个情人节一定卖得很好，对不对？男生就送女生，对不对？抱抱午安。哦，大乔在传说还没有。孙权的老婆，我不是要问这个历史啊，不是问历史故事好吗？啊，华哥，大乔技能觉得扯。就近攻击，好。好，贪财官，我会唱给你听，我会加码唱英文版跟台语版给你好吗？哎呦，谢谢抱抱！哎、欸，这真的很可爱哎、欸。重回纯真年代，超可爱！我喜欢独角兽，我最爱就是独角兽跟海豹。
这个、有人要送我吗？马上再要求。超可爱，这个就像泳装造型的那个，对不对？超可爱，而且这个可以用金币买、欸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此刻一半高贵，一半……像我怎么突然好喜欢王者的皮肤造型，都很可爱，太可爱了！大家有没有一种觉得，好像真的是比买传说还值得的感觉？我是喜欢可爱的，因为我玩游戏，我玩 RPG 游戏，我是喜欢 Q 版的。啊，小米呢？小米呢？不是边缘的，我装备根本就没有改，反正就是随便玩、啊，试试看。好了吗？他没有进啊。小米呢？我邀他了，他没进。嘿嘿，午安。我进了。好喽。小米也用个泥管哦，是吗？好了，我们凑四个人了，再一个，我们就可以五人战队去对面虐对方了。因为配一个路人还是有点，可是路人其实他们会懂的，就是试驾王者是怎么玩，因为我真的不太，还是不太懂。哎，好了。是我，我就是蝴蝶。打野啊！我打野。两个要抢打野。QQ 用好 ，QQ 这么麻烦吗？我想骂你哦，大陆人。马上再开语音这样子好吗？不要这样子都讲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马上要跟对面吵架了吗？我们都没有买造型。好不习惯哦，还是不习惯，不知道玩多久。嗯，骂大陆人吗？不后啦，我们大家都是朋友。对面都造型耶。啊，对面感觉很强。啊，我带治愈好像有点弱。下面射手是谁啊？这样我看不太懂。看一下有什么变哦。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我拿 buff， 请做好准备。哎呦，敌军出击！我应该走上路吧？哎呀，抢大家一起抢啊！嘿，不会啊。大家为什么都窝在那里啊？小米，你刚刚不是加了吗？那个你管。那个迷你迷你，是。那个你管小老鼠，小老鼠不是你吗？开始，还蛮漂亮的。其实刚才说的却是梦话。去翻译好了。梦里花落知多少。
美妙的长眠，值得高歌一曲。哎，他为什么突然有一些冷却速度比较快？哎，他这个是什么技能？耶、欸，被杀了！我的坐骑可是纯粹。哦，我知道，这是大象的那个。我想玩悟空。我们中路怎么会那个？好快哦！还蛮漂亮的哎、欸。一群人在人间梦里打来打去。他的那个就是。那个叫什么特效啊？嘿，美妙的长眠，值得高歌一曲。啦啦啦啦啦，在啦啦啦什么？梦里花落知多少？美丽成真。我发现都没有人要来理我哎、欸，他们不太喜欢顾他。看你脸了，吓啦！豆浆开始骂人了。他又抢我的蓝嘞！知多少？阿拉都是这样的吗？老龟下来。你可以不要骂的这么难听吗，阿豆？我的坐骑是纯天然无污染。美丽成真。哎，这是小丑吗？他怎么刚刚突然靠近我？不是、啊。他看到我打他就过了，他、啊、我不打他就不过了。因为你刚骂他。天地与我一，万物与我一。哎，来更可上路啊！快快快！好吧。我换没魔。我没有魔啊。我也没魔。那、啊、是宕机是不是？其实刚才说的全是梦话。我去啊！美丽成真。他这个声音好好迷幻哦。梦里花落。果然是庄周。美妙的长眠，值得高歌一曲。啦啦啦啦啦。我想吃蛋霸哎、欸！为什么会卡枪？天地与我一身，万物与我唯一。我想被抢了，被抢了。我是不是要回去补蓝？嘿 ！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梦里成真。给我我要认一下蓝 buff 是谁。知多少？一群人在人间梦里打来打去，有意思吗？靠北，我顾了塔居然掉。来，我这。嘿。哦哟，为什么 CP 这么慢啊？其实我在传说也没玩过大象，所以其实我真的不太会玩。梦里花落知多少？梦里花落知多少？快快快，快退掉，快退掉！来来，我再来，我再来，我再来。
在叫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吧，才抢一个你的蓝而已，就这样子分地区了。哎、欸，所以刚刚那个泥管那个是谁啊？美妙的长眠，值得高歌一曲。啦啦啦啦啦。耶、yeah! ！大象也可以杀人。来，再一只，再一只。先推塔好了，你们都可以。有意思吗？这怎么那么像奶妈的感觉啊？有哎、欸，这个悟空跟他也差多少？其实我忘记大象，我、哦、大象我不知道是不是点一招。大象是先点一吗？集合，进攻暗影主宰。暗影主宰是什么？那可不同吧。哎、欸，我还补血一下，那个谁啊？靠北哦！啊，靠北！哎、欸，我怎么一直在走在那个啊？往前冲！在人间梦里打来打去，有意思吗？哎呦，有人开口了、哦、我先回家。对啊，小米哦。先回一下好了。小偷恶心。小米你要乱耽误了的。那个不是小米啊。哎呦，午安。不过要不是午安了啦，要晚安了。下午好才对了。怎么这么好杀、啊？怎么这么好杀？怎么就团灭了？大家午安，晚安。连三呢、欸？在这里好好赢。我到哪里都要玩悟空了。我到哪里都要玩悟空。运气真好，这样是运气好吗？还不错哎、欸，那大象我应该也适合玩，是吗？哎呦 ，MVP 居然是这个大陆人啊！204，哎，我好像在王者比较不会死掉，我在传说一直狂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加豆浆 QQ， 那刚刚那个是谁啊？这个是谁？怎么没有人讲？在打脏话？哪里有打脏话？十八禁，什么意思？先点二哦。哦，好。鱼在王者很恶心的。就跟爱丽丝一样吧，是吗？在传说也是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大家尖嘴巴舔舔啊！只是觉得在王者怎么这么好玩？我说好玩是指怎么这么好赢？还不错哎、欸，这样我玩了两只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有了！还有什么可以领啊？刚刚那个是谁啊？怎么没有人讲是谁？啊，加小米了吗？好多东西哦。加了吗？是不是没加？
你可能要给他 QQ 号啊。我腰好酸哦。我先把最后一个，我都要吃到冷掉了。我看我晚餐又不用吃了。小米，你的名字是叫什么？上面的宝箱也可以领。烟雾安，上面宝箱是哪里？哎，真的哎，看不出来他可以领。开过房右下角。银珠珠午安，晚安，我又来了。那还有什么模式可以玩啊？娱乐模式是什么？等一下咬我是不是？娱乐模式，豪哥吃糖果，他每天都吃糖果，然后会咬我。小米 ID 是什么啊？怎么都没讲。别送头，我带飞是不是？那刚刚那个是谁？怎么都不讲？红俊怎么了？看看有没有，先叫豆浆看一下。这个左边的排名是谁啊？还是我们应该来打个排位啊？哎，不对，我现在好像没办法打了。我现在英雄不够哎。对啊，我可以再买一只真机流产。我觉得符文应该就不用买了啦，因为铭文啊，符文是什么？我因为现在可能不会特别那个。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没办法打简体字欸。那个应该是先去 QQ 加好友吧。应该是吧，对不对？先去 QQ 加，因为我刚刚也是先加豆浆的 QQ。刚刚帮我剪了一段，我刚做了什么事？加 QQ 应该可以有吧。等豆浆一下好了，我先看一下那个皮肤赠送是什么？好像送别人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传说不能用送的啊？长城在，故乡就在。
游戏有可以说 ID 加好友，有吗？哦，因为我这次没有加，是不是？有了吗？发了，在外面。发啦，他没有进来啊。因为不同系统，他们说不能一起玩。我的是苹果的，所以有点麻烦。然后我又是用 QQ， 因为我本来比较常用 QQ， 所以就是用 QQ。我看到，有看到就按进来了。在等等他进来啊。一块钱可以买十点券啊，一块钱是台币五块吧，对不对？哦，648块要也是2000多块了，可是感觉可以买很多哎，我觉得那个比较贵哎，传说好像比较贵，6级才能点，为什么？那小米先去再玩一次，我们再玩一次，六级很快吧？我多少级了？我是多少级？我现在也看不到哎、欸。什么被玩坏了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被玩坏了。他这些词好奇怪哦。我们再玩一场好了，走了吧。要不然又要等，我想玩看别的角色。击杀30助攻，或击杀助攻30助攻或击杀，有奖励，会不会太难了？专业剪辑，这个要鼓掌。我腰好酸啊！要玩什么、啊？我想玩一下克里希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暴君路跟主宰路，主宰是凯撒是不是？跟我们不太一样。王者荣耀30等了，我传说了30等了啊！真是的，因为我觉得前面冲等很快啊，可是后面应该会一样就很慢了，我觉得。我今天怎么那么酸痛？我觉得好像太早起了。这个真的是我从有史以来开台最早开的一天，3点就开台了，这个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。反而就是深夜组的看不到，可是今天应该也是打到晚上了。这个是什么？黄忠，黄忠感觉就是战士嘛。右边两个就是那个，我还是名字记不太起来、欸。大乔是谁？我又忘记了。一直很难记着这些名字，而且我觉得那个百里守约很像那个、欸、洛拉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！打开胜利，接下来就
哎，为什么他要跟我抢中路啊？他是谁？还是他是辅助啊？他是在瞄准的意思吗？我会瞄太久了。啊，那扇子好可爱哦！希望这奇迹是存在的。这红色头发是谁啊？角色是谁啊？他是辅助吗？在哪里回城？这三小哦。这个好像瑟菲斯哦，刚刚那只。哦，这只是娜塔亚是不是？那为什么我们两个走中路？算了，上路是谁？你不是孤单一个人，我去帮上路好了。欸，靠北哦。欸，他怎么没有骂我？他说为什么你要那个？可是我刚刚先说我要走中路的。欸，恋爱可是门高深莫测的学问哟。你的魔道不够纯粹。欸，我没魔了。欸，这只是什么角色啊？今天你要打起精神来，请求集合。啊！豆浆被 gank 是吗？哎，我被死了！大爆！我刚不应该一直坚守中路，我不知道我刚说我要走中路，他为什么要跟我走中路？你不是孤单一个人。我先去上路好了。欸，可是下路塔快破了。欸，他们都。他们都顾一路，不会顾三路的。他们都是这样子吗？欸，我走错路了。我走错。欸，妈，这人怎么那么容易卡墙啊？他这招是什么？好恐怖！接下来就是两个人的乘胜追击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我觉得我先回家好了，然后我不躲起来回家，我也是很啊，真的啊啊！我刚刚应该要先躲起来，我刚想说啊，算了，反正也没什么人。好，我傻眼。我觉得我尖叫越来越恶心。曼诺玩刚补习完啊，辛苦了。有，我刚知道这是克里希了。我已经买到身上香啊，我刚刚已经玩了。恋爱可是门高深莫测的学问哟。我发现我比较适合在这里玩射手。欸，我在这里玩法师怎么怪怪的？赶快胜利！接下来。
戏怎么能缺要这么久啊？刚那个应该觉得很北兰，我在那边回城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我杀的，哈哈！我们都没，我都发现我在这里还没吃过魔龙哎，为什么？哎，他们两个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哎呦，我还看不太清楚。我刚刚是放大，没错吧？可是我刚刚放大，他们怎么没有躲开？还是他们可以冲进去打？因为他们血够，所以他直接冲进来打我。啊，这个水波浪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海流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海流好像很恐怖。就他们这边的特效，我觉得都很浮夸、欸。上路被追了。Double kill。 希望和奇迹是存在的。风，听从我的呼唤。哎，我还有丢歪，我丢，我扇子丢好歪哦。歪到哪里去了？哎呦，这只是谁啊？宫本武藏，宫本武藏是谁？哦，是 YU 吗？哎、欸，你们怎么都那么厉害啊？什么都会玩，我这玩法师超会死的。他这用扇子打塔，感觉好慢哦、啊。凯撒吧，看一下他长什么样。哇！而且他们都不太聊天的哎、欸，都没有人语音，为什么？我说打这边，打这边，过来过来，那样子的感觉吗？为什么都没有？惊吓百分百，惊吓百分百。谁叫他血这么少还要追我，真是活该这种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 我们好像才输一场而已，对不对？还算顺了吧。今天。请求集合。这是杀魔龙的意思吗？还是杀什么？是要干嘛？集合。啊！这被冰住了，意思吗？啊！我刚刚怎么死掉的？我没有注意看。真的要知道对方的技能才知道怎么闪。我的扇子就倒在这里，是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我发现他这样衣服跟我很像哎、欸。哦，我发现我没开语音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语音？打不开、欸，难怪。太皮了。恋爱可是门高深莫测的学问哟。等一下确认一下语音啊！哎、欸，我刚刚进来不是有听到语音？啊，我想要听看
对岸是怎么在玩传说讲话的？我刚才在自己想。希望和奇迹是存在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没上你的体验吧。An enemy. 这样蛮顺的哦。冲主塔吧，同志们！发起进攻，打起精神来。我发现娜塔莉亚他们真的是也是算蛮强势的。发起进攻，这是夸克吗？刚刚是有在抓的。哎呦，他好像还蛮会玩的。耶、yeah, ，赢了！随便乱打，我刚才打塔还是打人啊？哎、欸，我敲到了。Victory！ 耶，赢了！我的第五次连胜，哦吼，可以有奖励吗？哇 ！YUMVP 耶，这只好像很帅。这只宫本武藏是什么啊？好像还蛮屌的哎。啊，我刚刚声音可以开了，现在才可以开，奇怪。小米那个了吗？六级了吗？可以加，奋诺，你昨天不是有那个吗？不是有给吗？我看一下，宫本是进化艾莉哦，可是我是苹果手机哦，然后是 QQ 的，谁还没晚安吗？要晚安了，已经变晚安了。我刚刚已经买春上香，刚刚红色是黄中的攻击范围，好了解，有黄色要躲开。炮台很猛，叫声很性感，这是什么？王者技能比传说最……对啊，而且他的那个奥义很多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新风晚安，新风你怎么改成影了？不用新风了吗？我也想要图伦哎、欸，感觉很厉害。我太会叫了，这样子传出去不好听啊，孩子们。杨一敏晚安。比较帅的大野怪，比较帅的大野怪是怎样？先进的凯撒，庆瑶，晚安。宫本不要建议买，是吗？李白跟莫拉最像的就是一直笑哦。我又想上厕所，你们加一下好不好？我。马上喝完半瓶哎、欸，这个半瓶其实很多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很厉害。笨诺，你跟那个小米要不要先加一下？你们两个要不要先加一下？刚好两个人，这样我们就凑五人队伍了。王者的要加都可以加，只是好像有点麻烦。我先去厕所哦，你们加。这里，
是没有啊。你也知道 YUYU 抢头欸，我等等莫拉走凯撒。谁有莫拉？莫拉是谁啊？莫拉是谁？我要玩谁啊？玩小乔哦。你可以打啊，没关系啊，你打。我想多玩玩别的，我要看一下有什么好玩的。什么角色？啊，怎么还没加？怎么还没加？没有啊，他没有进来啊。一直看到现在，滑一滑看到。谢谢红俊，爱你。第一次看台是第一次直播，那是七月的事情了哎、欸。啊、哦，有了，走了、哦，还没啦，等一下，小猪晚安，我很强，我不强啊，不能说很强，会被骂，好好晚安啊，好好，今天去哪了？啊，那个嘞，笨诺呢？我们先开始好了。你们讲好要玩什么了吗？开始了。
因为我还不知道王者的角色，所以不知道怎么躲招，有点可惜。好啦，再来打个抽奖，闲着就来打。我要玩什么？我再玩一次那个好了，射手。我觉得射手比较好玩。我不一定，我只能出爱丽丝啊。而且我那个符铭文，我也是讲的符文，怎么回事？哦。哎呀，谢谢红俊，红俊爱你。原来你七月就来了，可是你没有很常留言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们要带那个动机啊？多射手。那个是制裁，不是吗？可是我要买野刀，对啊，野刀要怎么买？野刀是哪一只？野刀是哪一只？等一下准备晚餐了，来，我们大家几点一起吃晚餐呢？一起坐在电脑前吃晚餐。反正今天下雨，你知道下超大的，我在想说这样子大家应该都去中南部了吧？台北根本就没人。大家可能都跑去唱歌，去夜店，因为外面也不能逛街，夜市也不能逛，不然就逛百货公司之类的。我真的觉得下雨，我很不爱出去、欸，因为 我走路脚都会弄湿，很奇怪。我要打野没有啊？可是他们说射手走下路啊，说我一个人走下路。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我带错了吗？全军出击！双射手来了！什么？双射手？你也玩射手？这是什么？后羿？后羿是那谁？爱咪咪双十节快乐，吃饱了吗？有。涵涵，爱你，还没，我刚刚吃午餐了。他这是永好浮夸哦，涵涵也吃了吗？涵涵今天不是放假，大家今天是都放假，阿豆也放假，还是大家补习？补习完了。哎，这只野怪没有办法看视野，对不对？跟我们的不太一样。被击飞，是他是觉得很害怕，要赶快跑。我应该买吊坠，他们吊坠是什么？这乌龟会躲藏啊！我们两个双射手，应该很快就射完这个塔。哎、欸，你啊，你要赶快走了。哎、欸，现在有声音，刚刚怎么没声音啊？真的是很奇怪。是他们家蓝霸哦。我去抢他的蓝。哎、欸，没了。请求集合。我去杀下路。First blood。哦。豆浆是行不行、啊？像可以哦。哎，这个是谁啊？艾里吗？是谁？哦，很凶哦！开始撤退。
哎、欸，我怎么都没捡到、啊？我要先回家了。开始撤退，马上先回家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. 敢冲啊！送你一个轰轰烈烈的退场，感谢。这一场有预感，应该还是会赢，还蛮顺的。都来王者都是顺风场，怎么回事？这个飞机是怎么回事？刚刚有飞机经过我头上啊！哦，来了来了哦！那个、啊，我的大招、啊。哦，你的大招，我刚刚想说换一下代机。哎，为什么我都收不到头啊？哎、欸，他的射手好射程好远哦！他在后面射是怎么哪一招啊？他在后面狙击枪是不是？手很长啊！狙击枪，不是蹲在地上射？给我，蓝给我，蓝给我。哎。哎、欸，没有收啊！啊！哦，没有啊！啊！跳！啊！我刚刚差点就可以收掉他的头，好烦哦！哎、欸，是Sam吗？Sam晚安。你在吃饭哦，还在上班，辛苦了。这个是莫拉传说对决完。来，我来了。没几啊。百发百中。来，剪头。哎、欸，给你二连杀。我都剪不到，我这个 ADC 一直在打辅助。哎、欸，他这个在瞄准是怎么回事啊？哎、欸，他在减速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上路没有人顾哎、欸。这个红红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像菲尼克的东西。像菲尼克的东西。靠北，我怎么都没射到啊？哦、这是谁？说你神啊！还不陷？哎，我滑不出去哎。他这个瞄准的到底是谁啊？感觉好欠揍。打塔，孩子们，耶、yeah! ，好顺利哦。刚去吃晚餐， Victory! 这边不能传，会被 ban。你说传网址吗？是不是因为我有锁？第六次，666。上班吃饭时间出来没耳机，那你可以不要开声音啊，这样我是不是什么边吃饭边穿三星制服？那三星行销是这样子做的，是吧？
石洞晚安。哎呦 ，MVP， 马上是小米啊，好厉害哦！我们都在打辅助啊。HK 赢 JT 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很少看。这个幻梦是怎么回事？三射手，我们是三射手吗？其实我也没注意耶。后羿不是勇，是鲁班七号长。鲁班七号长得很好笑耶，他怎么会是勇？见面差不多，对啊，误会什么了？可以哦，排位，因为我们现在角色 还不到五个，我们大家今天才刚玩而已，所以还没办法打排位。没开声音，你要我听不到。好 ，Sam 爱你，好不好？这样有听到吗？结果那个不认识的那个000是怎么回事？他是来躺分的吧？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来买个角色啊？这样就可以玩排位了。我现在几只角色了？怎么看几只角色啊？什么？什么？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，他会让我休息？他这个是怎样？强迫症哦？那我可以重开吗？我英雄四个哎，要来打排位吗？双十连价订阅5000，什么东西？哎呦，涵涵爱你，谢谢。涵涵也有要一起玩嘛？等一下我们再玩传说好了。大家可能我差不多等一下要关了，不是要关了，就是要开传说了。打到手机没电了。哎，有没有那个啦？不然我们就随便买个便宜的5只来打个排位试试看，好不好？至少今天要尝试一下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都不太会玩，可是也是要。看一下那个排位是怎么玩哦，是怎么样的感觉？然后我们来买一只角色，有5只角色了吗？谁？有。不然等一下他又叫我休息，休息我就直接开传说了。书写于平凡人。看一下哦，我现在差一只，我要买谁？流传是谁？这个有点不讨喜啊，好像其他都5000多块，是不是？那好，晚安，10点多才下班哦。好，那等你好不好？冒险刷过了吗？冒险是什么？冒险西夏。哎，我刚刚是不是应该可以领个什么东西啊？我还是因为我还没升级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刚刚是不是应该用这个啊？经验卡？这是抽奖吗？什么？是碎片？哦，90个哎、欸。那我可以去买的，是不是？有点要看一下怎么按。哎，我刚刚是可以来卖的，是不是？还是不够啊？算了，我直接买角色好了。机器人越往下越贵，神韵真的，谢谢大家。Kevin Channel， 晚安。买后羿性价比高，大家可以来订阅一下。下班买宵夜给我吃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后羿吗？我
还蛮帅的哎、欸，精灵王，我超爱精灵这种角色的哎、欸，好帅，好就买它，好吧。这个有点好笑。这个才是有嘛？刚刚是说这个鲁班才是有，是不是？这个好白痴哦，这不适合我。后羿是射手，甄姬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啊，因为他888吗？欸、其实我都可以买啊，这样加起来应该够买吧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也不能出资啊，我们这边没办法出资。勇士鲁班，对啊，刚刚有讲，买这个好了，而且现在比较便宜耶、欸。周日被我射熄火了，所以今天是周一。是不是我应该都可以买啊？王者的凡人是哪一只？我没差，买什么都可以啊，反正我已经买了，我就买刚刚那个就好，反正凑五只先打个牌，我也试试看。选最正的，好啊，那就选甄姬啊。好啦，就这样来排位吧，买好了吗，大家？三人，这样只能三人哦、喔。小米有五只的吗？五人的话够吗？狄仁杰哦，对凡人也是有爱，你非常有爱，跟对我一样嘛。哎、欸，那个嘞，另外一个那个 YU 呢？我们两反正我们都青牌青铜嘛，对不对？打三牌哦，五牌也可以啊。他们这个很方便，就是讲话就可以了。五牌也可以。嗯，怎么没声音？五牌也可以。嗯，怎么没有？五牌也可以。欸，为什么没有？五牌也可以。欸，它坏掉了欸。它刚刚不是可以讲话吗？先回家哦。好，小米晚安。不是小米晚安，小米下班。我要不到那个啊，笨诺。要 YU 啊。你敢过狄仁杰。哦、oh, ，是黄金的，好吧，我们都还在同同牌。反恩单位太高了，小号跑位超过大只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要打开，怕被 ban， 我没有开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，我每次都不太知道要怎么设定退去的。头头在忙工作了，好了吗 ？Go， 就像打个排位来结束这场。王者，就回来传说好不好？那我还是玩射手好了。哇，哇塞，没有后羿可以选。玩谁啊？玩大象也可以啊。这样可以吗？我把事好了。刚阵容不就对了吗？干嘛要改？匿名晚安，小黑晚安，柯南晚安，好久不见啊，真的。柯南都有来粉丝团按赞，可是都没有来留言，没有来实况留言。我知道我刚刚带到自裁，
好，我们去偷懒。哦，有悟空哎，好恐怖哦！好像大家都很认真，是不是？打排位了就要认真一点。蛮简单的吧，这才一排的地方。好像没有那么紧张，是不是？如果没血了，他就不会回血。都很会啊！淑女什么的，而且我在这里网路还比较稳呢、欸。为什么玩王者的网路比较稳？然后我玩传说的网路就感觉不是很稳。好强哦！我都还没有用那个铭文啊，射歪了。发起进攻！我被他卡掉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Unstoppable. 开始撤退。来个开路吧，不是这个毒妇啊！求求你，来帮我！开始撤退！我先回家了。开始撤退！An enemy has
好好杀哦，到底是怎么那么好杀，排位这么好杀。可是我们要优先推塔吧？怎么优先推塔这件事啊？清理兵线。够将先顾一下吧，我先把塔推了。像啊，我刚刚是不是没有按头像？还是这个其实是电脑厂啊？不是排位一开始都会遇到电脑厂吗？给你一个信心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电脑哎，怎么会这么笨啊？重点是电脑还有人被杀，真的有点奇怪。我都乱丢哎，那个大绝都乱发。哎，他的重锤是什么？好帅哦！他们都灭团。哇，你泥三连杀啊！哎呀，这小兵好多，好恶心哦！哎，大家都没有在点塔呢。升级哦，我是第一名哎，好开心哦，七连胜。可以玩，继续玩射手了哎、欸，是不是？我这样传说，我要一定要继续玩射手了。我突然觉得好像有点信心了。我现在回去玩传说，好像都要先玩王者。以后大家玩这种游戏的时候，说你先去玩王者，再来玩传说，对不对？哦哦，八三零四。六助攻，好爽哦！我觉得对面一定是电脑厂，要不然怎么会这么顺？排位虽然那么低，可是还是要有基本的那个吧。嗯，好啦，还不错。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呢、欸？还是再玩一场一般，差不多就七点了。给豆浆摇好了，我看一下留言。最后一场一般好不好？小猪，你又要换账号了，你在私讯粉丝团好不好？那我会那个又忘记，他才跟太多了，第一步跟到现在，第
第一部是六月，其实六月底。白银随便都有个比 C 牌好。传说在第一排操作有铂金吗？这个是谁啊？出生跟妮妮是怎么回事？六月二十九，对啊 ，Sam 很早来哈。机器人很多人订阅啊，因为机器人要订阅它才可以用。王者钻石在传说，这个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没错 ，Sam 几乎我有开，真的都在，而且真的都跟到关台，只有一天说很累要睡了。啊不就测试完 OBS， 所以 OBS OK 了吗？铂金是 B 哦，钻石是 A 哦。哦，想当管管，现在管管已经没有缺了呢。绿色比较秋，绿色比较秋。绿色是绿油油。那听起来，哎、欸，怎么开始了？满了是不是？伊恩叔叔在花栗鼠是一个角色，是什么角色？多绿晚安，是王者荣耀。打赢电脑还是嚣张？应该不是电脑吧？哎、欸，怎么了？现在上班加油！匿名晚安。对啊，这是王者荣耀。哎、欸，怎么还没开始？还有谁要上？哎呦，是笨诺吗？好咯，刚好这是最后一场咯，王者最后一场，等一下来传说了。啊，怎么还不按？我又想尿尿，我不太快。AVR 晚安，会卡吗？我觉得王者比较不会卡，可是传说反而比较会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现在玩射手，还有好有成就感哦，真是的。哎、欸，我按了吗？我按了。要玩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玩刚刚那只买的角色好了，那只是什么？真姬吗？真的会有人选择阿福吗？阿福，来玩玩看好了，新的。对面太可怕，华哥，华哥早点休息。新片我可以按个订阅，然后现在有抽奖活动。想请请看下面，下面这样讲对吗？应该是看旁边才对啊，留言是旁边。哎呦，对面有造型哦，哦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龙骑士墨子是马洛斯吗？看起来蛮像马洛斯的。我今天腰好酸，我觉得我应该是要换个椅子嘛，换个。好多人都有电竞椅哦，看起来好像蛮帅的。可是电竞椅好像很难坐啊，为什么大家都要坐电竞椅？大桥，这个应该是有那个吧，角色的那个熟练度，对不对？这个应该要先点什么 B 吗？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走路好快哦，滑得很快，还是因为刚出来？全军出击，滑得非常快。他走路是下面有滑板，是不是？
欸，你为什么用飞的啊？喂呦，喂呦，这是什么角色啊？你为什么要黏着我啊？我刚刚也觉得为什么被黏。果然，先爱上的那个人。你所谓黏着我，我刚刚也是这样。你可以救我，你要一直拉我。这只也好像那个什么。哦，早知道刚刚应该玩娜塔亚，好想玩一下娜塔亚，可以要再来一场好吧？好想玩娜塔亚，玩过玩王者的。哎，这个是阿斯卡吧？刚刚好像有讲对不对？别靠近我，阿福。增肌主加技能二号，因为我刚才发现他是阿斯卡。请求支援。打野怎么没有来？若清明之风，若流风之回旋。果然，先爱上的那个人是输家。哎、欸！正在前往支援。明明说好，啊！我怎么都防不到他、啊。是好猛烈哦！我突然觉得我不太会玩阿斯卡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阿莱，敌人消失了，欸、没有敌人消失了。别靠近我 ！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的小乔嘞！啊！怎么办？怎么一般场还反而比较难？这个多少虫？完了，我们出他。熊熊。先爱上的那个。他这个走路我看不下去，觉得不可以。是难啊，是因为刚才愤怒，他的排位太高了，打会比较大有地图。哦。对他们的装备都有钱。我们完全没有奥义。正在前往支援，发起进攻。我觉得射手还是比较好玩一点。哦。明明说好了，不能愿在一起。这大绝是什么、啊？我在放谁啊？这个一技好难放哦！我游过来游过去好了，它超像鱼的哎、欸！而且我现在发现我都还没有打过魔龙哎、欸，我们可不可以打看魔龙？先爱上的那个人是输。他讲什么？先爱上那个人是什么？魔龙不好打。好，我都被杀死了。魔龙不好杀，不像我们魔龙啊，还可以单吃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我怎么这一局一直在叫，然后完全没有。人魔龙，这里的魔龙超不好杀的，好不好？没有那个，都被魔龙电克掉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开始撤退。欸，真的越来越强欸，其实也有很厉害的。欸，这谁退出了？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若清明之兵，我们几乎没有奥义，人家都没奥义的满。
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这谁来射我？我现在发现我是要用二技，我要用二技去弹兵才对。我刚刚都用一技去弹兵。哎，被吃掉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刚刚为什么就跳进去了？那个是什么？完了，我刚在犯傻。我刚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傻眼啦！好难哦，我的七连胜要没了。我还想说，哎，王者怎么这么简单？别靠近我，阿福，不想带来不幸。阿福，阿福，你哪位啊？那法师好会逃哦。不行，要团战了。哎，我终于出现大局了，可是好像我现在好。不行啊，逆风场啊！有人断线了。十分钟之前暴君老大点的是大乔技能传送，召唤队友，召唤我，召唤我，召唤我，这个没血的过去，然后刚好一下去，一下电梯就死掉了，是吗？好，我真的不，真的还是不太会玩，太水了。真的不太会玩，真的，这场突然大家对面比较会玩，我就不会了。我们刚刚突然虐新手吧，看来王者也是要射手时代嘛，双射手才会赢。刚刚那个是卡莉吗？真的很像卡莉耶。默默先清兵好了，外面世界好危险。好厉害哦！安娜太阳很厉害。哦，好棒！完了，抢救无效。家不是，我刚刚想说要放个水流，让它流过去。哎，这招好帅哦！这个虚无的
那种感觉。会这样呢？我刚刚是盲目的正在被攻击。啊！又被射了！啊！尾刀，尾刀好像没事。我们走旁边，走边边就没事。靠墙站。赞美太阳。哎，又在射，又在射，好烦哦！哎，水柱有了，水柱有了。可是我刚刚是不是乱喷？我太出去了，我太出去了，我现在我想上厕所了。今天是有比赛是不是？我方高地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完了，我这个一发不可收拾啊！欸，这个娜塔亚超会射的欸。我想要玩欸，娜塔亚是有限免的，我好想要等一下玩一次。Enemy killing spree.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我还没出去就觉得好恐怖哦！啊！我都哇，他在暴击一千呢，那太恐怖了。Enemy rampage. 啊，输了，我来玩一次娜塔亚好了，试试看我传说专精的角色，第一次专精角色，看看在这里如何。欸，我们那个 defeat.原来失败是这样，我还没听过失败的声音啊！阿兹卡不好玩，真的，我觉得我在王者适合射手。这只是什么角色啊？是不是娜塔亚可以有限免啊？哎，有了，有了。还有什么可以领吗？手冲。我也没升级耶，只能再玩一场吧。好想上个厕所。猪猪玩，好像是要三个小时不能玩欸，被强制登出席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跟那个排位太低的玩，是不是？我刚刚开多久啦？好像三个小时，应该好像可能是不能玩了，我看看。奶茶晚安。好，差不多要开传说了，我想尿尿，先上个厕所好了。系统很鸡巴，而且他三个小时要强迫你休息，欸，这个虽然是好事啊，可是就会觉得哦，很受不了，练到一半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讨厌？七加八，定晚安。那个谁呢？哦，因为我刚刚加其他的，好像也不能加，对不对？加那个 YU 也不能加。好了，我先上厕所好了。大家顺便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就可以开传说啦。而且我其实钻石还蛮快就有300多颗哎。
有了吗？还是我重登好了。好啦，我先上厕所。豆浆好像没办法进来，等等就换游戏啦。完了，钱你干嘛？哦，腰酸，应该是不能玩了吧？好啦，那就换游戏啦。Hello， 这应该是念 Tokuda 嘛？是不是有差？因为我是那个啊，苹果。好啦，芊芊，不要这样。可以加，以后有机会玩的话。我改一下标题齁。之后玩的时候可以加，我先改一下那个传说的那个。外面标题会改吧？谁可以帮我看一下？外面应该是会改。好啦，钱哦。等我改一下。应该是直接可以改标题，就那个了吧。